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我们今天来到哪里？台东啊，热情如火的台东。来看一下这里，真的是热情如火，超热，超热。对，那个黄大哥，哎，那个我们来介绍一个哈，那个那二姐在做什么的？二姐在做，哎，算什么？买卖哦，哦，衣服哦。他们在做成衣，算那个制服、安全鞋。哦，安全鞋哦。对。他们是那种工程的安全的设备，就这一家公司来给各位看一下。好、哦哦，那个有一名公司，有需要的人找他。哦，我们要帮人家打广告一下、啊，帮二姐打广告。对啊，二姐打电话说要找二姐哦。对对对，都知道，那个通关密语是二姐。做安全鞋还有做什么？衣服啊，衣服，安全帽啊，工作服，就是跟工地。跟工地有关的安全的这两个字，他们都有卖，都有。所以二姐卖的是什么？安全。对，二姐卖的是安全。好，可以，好、哦、想要安全就找二姐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是什么？那个海力士，来关起来。这关起来，我怎么？这海力士，货车版呢、啊？这是一个货车版，好、啊哦，各位看一下。简单哦，它真的是完全那个、哦、没有开窗的海力士，对，完全没有。对，好，那里面有没有冷气？它也是那无痕安装、欸，哎，对。完全是无痕安装，因为他平常哈回去要把它全部卸掉，對對對，要工作用。他工作用，工作用。哎、欸，他就是为了工作用哈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是无痕安装。出门的时候就是把它全部搬上车，搬上车。對對對，而且他是我们看过里面哦，搬上车跟露营车已经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看，你看这个，这个，那个他有做地板啊？地板谁做的？老爸做的，帮他做的，上人做的。还有什么？这边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柜子。对，还有一个柜子，柜子直接搬上去了。对，柜子直接搬上去了吗？哦，就直接搬上去而已了。对，他柜子直接搬上来，然后柜姐要求要一个抽屉。哦。然后呢，要放微波炉，还是白色的？哎，微波炉。你这边看微波炉，盖一个。哦。这里。啊，下面是行动马桶。下面是他的行动马桶。哦，了解。然后冰箱。这是他的冰箱啊。然后你看，他们家有沙发没？没有、啊。人家没有的沙发已经到五。小小的一个沙发。欸、我需要、啊。这个、哦。床垫是我帮他做的，嗯、四折垫，为了他这个四折垫，我们还先做了样品哦、喔，给他确定才帮他做的哦、喔。是哦、喔，哎呀，这你嘛加估摸了对吧？嘛无啦，我没有、嗯，人家有需求，我们要能完成啊。哎、欸，这一台真的是联合国，对，你要找各式各样的人去帮他完成。我是梦想家，我是完成梦想的那个人、欸。嗯。完成别人梦想的那一个人，所以他有要求都尽量能达到。你看里面都没有任何的配线，没有，他就用那个 bling bling 的那个，对，然后用那个磁铁、哦、对，我们最早推广的一个室内灯，对，气氛灯，气氛灯啊，就这个、欸、人家二姐很厉害，他窗帘都自己车呢，嗯，一个买布改灯改车，哎呦，哎，这是什么骨啦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还问一个冷清菜买的骨啦吧、哎、你老这园艺，我说园艺用的哦，连园艺用的都派上了啦。对啊，啊这自己车的，你说他都自己车啊，窗帘都自己车的。哇、哦欸，你这个把它拿起来，来，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海力士哈、哦、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，来。对啊，那个地方那边那集中的。对，你看这个有没有？啊、有没有？很方便，那个砍门，对不对？这窗帘砍门。阿伟人讲隔热的问题哈、哦，讲因为这隔热，其实这个一样可以达到这个效果，而且它这种隔热有一个好处，布料比较有一个布料是完全有隔热的效果的，买那种布。我的意思是，它没有跟它连接在一起、哦。对啦，好处是这个，你以后真的未来有要开窗是方便的。对的。没有。你要去吗？在哪？好，然后来，那个还有一个，它的冷气，他买那个哦，艾比固的冷气放在里面，他说晚上睡觉会。哎、欸，狂、喔！来，我从这边拍给各位看一下、喔，这里啊，有没有？可是它这个啊，它这个感觉有换过、啊。对。对啊。哦。哦。你帮他换那一个就对了。对，它有换感觉。嗯。然后它的配件在这里、啊。电箱。哦。原来电在那边哦、喔。还有固轮剂耶。有啊。哦，老爸帮他弄的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哦。嗯，冇这样。你到底要充吧？所以这个一系列的无痕，它等于是做一个柜子加上一个。它这柜子可以直接拆起来。配电就对了。对，因为它配电箱在那，然后柜子可以整座拿下来。哎、欸，等于是
中岛柜配电的概念。对，没错。嗯，配挂的，对啊，它这里是客厅模式呢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这里是客厅模式。嗯，那、啊、它也是，我找一个，就是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啊、就是不是，我是说下面这个柜子。户外厨房啊。就无痕啊，整个上去就对了。它就买现成的啦。嗯，只是这是铁架的啦。它是铁架的。对不对？也可以改成木头式的，也可以。对啊，这是搬上去就好，旁边这个就把它固定住啊。对啊，两边固定啊。呵 ，OK， 然后、嗯、有啊，这个蝴蝶啊，有没有？我们来了一个客人，对，哦，那还有一个来给各位看一下哦，二姐都会了，大家一定会。二姐这个，二姐都自己有没有看到？好、哦，对啊，二姐自己弄的。然后他还用一个，对，有没有？啊，这是热气哦，哎 ，CO 的，哦。谁说一定要装什么驻车冷气？你看这个冷气花你多少钱？可以，那个板子几十块而已。冷气128，一万两千八，对不对？然后叫人家帮你配一个像这样的中岛柜子加配电系统。哎，不用啊，你可以买整合机也可以、啊。你就解决你冷气的问题，而且有些人会说，啊，我这个冷气很不方便，干嘛之类的。其实你只有夏天用而已，那你又可以带回家用，对不对？你有些人很龟毛，我不想在车里面钻干嘛之类的，你就采用这种方式就好了。哦，这个叫所谓的移动式冷气啊。哦，家也可以使用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问一下二姐，装这个冷气这样要花多少时间？花多少时间哦？我出门就让它坐在那里啦。啊？你出门就一直躺在那，它就躺在那里、啊。打开看一下。因为驾驶座还有柜子的关系，那个移动式冷气都不会动。哦。好、哦。就卡在中间了、啊、哦。哎、欸，一回家了，踩一家嘞。对啊，只是那个风管先收起来，哦、要用的时候拉出去而已啊。哎、欸，这样很奇怪、欸。你好厉害。下面有用木板跟垫子会止滑。哦，对啦，他有用，所以开车不会动。哦。就直接在那里。啊，排水。他这台不太需要，都没有水。他这个不太需要排水，他旁边、啊、它是水泥的。我觉得还是要做排水，不然会做水灾。嗯，姐，你靠在前，我靠中间。嗯，排水。哦。因为姐姐她吹一个晚上都没有。哦，她有一个桶子啊、哦。她有一个桶子啊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不要给娃娃摘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原来是这样子。厨师哎呀，说会一个晚上要喝水都没有水。哎、欸，那我觉得这台冷气不错，还不错啊。那它可以这样子呢，它不用接水管，我知道接在这边啦、啊。对啊。啊，等于是它这个桶子是它可以当除湿机用的。哎、欸，就是等于是除湿机的概念，我满了我再倒水就好了、啊。昨天晚上吹到现在一滴水都没有啊。嗯 ，OK OK， 好，没办。对，感谢那个二姐的分享。安装也很可以。自己 DIY。不过我们后面还是要打一个广告哦，那个需要安全就找二姐。谢谢。二姐找二姐啊，没问题。